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一回啊，可能让生俩孩子了。不是，我这么说，年年啊都在有这个传说，有的时候这种传说官方的这个对应啊，你也能看出好像他们也在犹豫这事儿，就因为年年都在说呀，不能再只能生一个孩子了，生俩孩子又声明说没有，我们维持现行政策不变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有迹象表明，11月2号的嘛，这个。有这么一个，就全国有20多个顶尖的这个人口学者，在最近就在研究，出来了这么一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份呢，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，多位课题组人员明确提出，中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，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，指向中国应废止独生子女政策，放开二胎政策。然后呢，我再给你往下念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呼声高啊，是建立在今年7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什么发展研究部的一份公开建议上。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什么问题？目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，老龄化加速，还有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，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，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，否则越晚越被动。哎，这些信息你觉得是什么情况？我反正觉得这事儿要慎重，我觉得很难。我可能说这话有点就不合乎普世价值吧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生育，中国的计划生育真的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。你这种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啊，非常危险。我们从历史上多次看，那天跟冯小刚还谈到这个，就说。其实历史上，就比如说每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以后，这个土地的承受量就到了极限。它最后以前是因为天灾或者人祸或者怎么样，它就最后只好人口就被迫又下降到原点。我们现在虽然是你现在是高科技什么等等，但是这个承受力的资源还是有限的呀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特殊的国情还在于，就是说你一放开以后，首先大批的这种要。多生大生的人，其实有可能是恰恰是那些，比如说重男轻女的，哗，赶快放开生，你知道吗？或者反而是这种高教育，什么高收入人群，他很算计的，他很讲究生活质量。我这个小孩要多少多少，钱我才能负担。这些人倒不会因为你放开，他就放开生了。所以最后你可能这个失衡，你是不可想象的。不像在，比如说在。日本你放开可能是一个效果，在中国另一个效果，你一个样板就是印度嘛，国土只有中国1/3，人口已经12亿，很快就要超过中国。你这种我们这种那他们红利大呀，红利大，我觉得这要细说。他们都不干活，红利大。而且我们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已经谈了很久，要这个产业升级，你老要靠这种人口红利，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的、低端的，靠人工来打的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够。差不多了。中国的其实这种普及教育是比印度做得好的。你有这个前提，慢慢一点点。但是现在啊，你知道，他们说有人实际在一个地方做实验，就是说啊，有一个叫什么的我忘了哈，说前些年给胡耀邦他专门写过信，所以决定在山西的一个地方应该是试点。试点呢很成功，就是说他提出的就是什么，不用只能生一个，可以生两个。但是呢，提倡晚婚晚育，和两个之间隔开一定的年限，就是所以咱们国家就有这个搞试点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啊，到现在就是人口增长率，哎，是理想的，是理想的，就是证明。而且比如说，有的农妇啊，真的就是选择生一个，生一个呢，比如说他可以一个月领100块钱，哎，政策的补助，就是、独生子女的这个补助，就用这种。方式来进行，我赞成这种微调，局部开始。这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模式就是这样嘛？你从特区开始，先试点，然后逐渐推行。这种务实的，不要呼啦一下大跃进似的，一下一个大掉头。你这么大一艘船，你掉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弄不好就翻船了。徐老师，这个是怎么？我们以前讲那个，我上次有次讲过旧石器时代，人不是母亲不是要把自己小孩杀掉吗？对。就是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会自动调节人口，其实这个道理到今天社会一样，我们的计划生育还是这个道理。你仔细想想，从旧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人类过了多少万年了啊？其实这个道理一样，就在你吃的东西是一个定量的情况下，你的人口也得是一个定量，否则的话你就要么你扩大你的领土，要么你要科技有突破猛进，
要不然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要他们做专门做研究的人我没有发言权，但是就我感性的碰到的经验来说，都生的，想生的都生的，没错，有谁没生啊？有钱的都生的，还生到香港去呢，他才不怕罚钱呢。是，基本上有钱的你去统计一下，干部你去统计一下，没错，然后农村想生的就是要争儿子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你知道当年这个马寅初说的，马寅初为什么提出这个，就是当时他是1953年，他说要当时他发现每年人口增加好像1300多万，所以他就意识到这一点嘛，他就警告说照这个速度增加下去，50年后就咱们现在了，50年后会达到中国人口26亿。可是实际上现在这你不能说他计划生育政策不成功啊，他控制在了，成功了，我们讲的就是成功了。那你又说都生都生都生，那是就是说不管是有一部分人是生，我说的都生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超过的，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很普遍了。但是事实上他的总体政策来讲，他现在还是把人口控制在这么一个程度上。对，那绝对是，对，我觉得从大局上讲他是比较成功的。你说的这个个别的肯定有，而且有些有优势的，比如我知道我的这个曾经的一个钟点工，他是那种河南驻马店地方来，他说他，我说哎，你倒是就生一个就不生了哈，而且他没有重男轻女，他到城市来打工。他说可是我们那儿的书记什么队长他们家一生生五个。我说啊，他说他我说他怎么搞这个计划生育，但是他就有办法，他交罚款也好什么，他就要等这个儿子生了四个女的他不行还要生。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两难的。首先现在这个政策呢，他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，其实很多部门拿这个东西生财的。 对，你知道你这个罚钱这个是很多部门说实在话主管的部门哈，还才不愿意你这个政策取消呢。你要放开了，他们就等于一个房产税都没了，人口税没了。调的是这个，就是执行上的问题。你不要搞得一个是很强硬，我同意他说的，搞得你这个一步放开啊。我也听到消息说，15年以后全部二胎，全部都有传说啊，哎，有传说15年以后全部二胎，乍一听是很得人心啊。对，但是你等到下一波，而且啊，这个话说起来是很矛盾的。我们不能说农村的人口就是不好的，就是质量低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但是实际上你的确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中国接下来他们说发展要靠三个嘛，一个是从出口型社会要转到消费型社会，对，第二个是从制造型社会要转到创意型社会，对，第三个是政治制度要跟着经济制度一起改革。那你想所有这些都指向我们对劳动力的定义要宽泛化，不能只想到他们在富士康里这样，不能想象20年30年后我们的小孩，中国的大量的年轻人还是在富士康里边几十万人挤在一起这样的，这是我们中国的红利的发展。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中国真的前途堪忧。事实上也不可能了，因为农二代他们的对生活的期待和想象已经跟他们父母不一样了。你再搞出一大堆，你早就玩 iPhone 5了，已经和现实不合了。但是我觉得在这种计划生育大前提的情况下，这个执行的手段你的确要更细。对，所以你说这个，你动不动就牵牛八房，我觉得这形象也很糟糕，但是也很不人道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就要不说莫言呢，咱们那天说莫言，为了他得诺贝尔奖啊，我倒多看了一小说，就是他写这告别魔幻现实主义，他写这蛙，对吧？哎，我主要是觉得看他这个小说啊，我就觉得的确就是说中国这个计划生育实际是很两难的。所以你看，要不说王蒙那个时候说嘛，说文学是干什么用的哈，说能说清楚的事儿就文学没用，说不清楚的事儿啊文学就有用了。就后面说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中国的这种两难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，成功的把人口控制在了十几亿，没有像马寅初原来算的到26亿，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全世界做一份功德，对吗？哎，可是不输出革命，不输出饥饿，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？这个代价呀，经济学家算了很多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学家就会告诉我们，这个付的这个灵魂的代价。对，是这个灵魂。你比如说他的小说里写到的这个情节，现实里有没有呢？对吧？就你不要光说他这个计生干部是这个收钱的干嘛，中国永远有这种事儿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说那句话，他基本上成功的把人口控制了，这个他是靠着千千万万基层的这些个计生的人员，但是呢甚至是用很粗糙的手段，甚至是非人性的
对，不是，就是说，你看他小说里写到的情节，那家伙到了要命的节骨眼啊！为我这个村里绝不能增加一计划生育指标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堵在门里头的，对，没生的就引产，弄死你，对，你知道吗？生出来的那就是生出来了，生一了孩子落地，这不能动了，就算你偷。所以为什么追啊、抢啊、跑啊？就是这个，而且他这个很文学里有很多很好的，实际上你比如说像那个侯卫东《官场笔记》，你说我有时候还爱看一些官场小说，他这而且他都是过来人写的，他写这个侯卫东从大学毕业以后到一个小镇上青林镇上去，然后他就从一个学生根本不了解基层的角度，就了解了基层干部的难处，包括这个计生办。最后他就是说一个超生了，谁家超生，然后全部出动，从派出所的要在后边，对吧？前面先要说服他，不是就是上去就你知道就牵牛八房的，实际上他要苦口婆心先要说服你，是实在不行，然后那边呢又是村民又怎么怎么样了，就看着这一家，而且你要两边话要两边说，有些这个超生的我们是觉得啊同情他，他在官府面前一定是弱者，对吧？但是也真有不讲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刁民这事儿不是说都是编造出来的，哎，这有啊，他你没法讲理了，最后你只好上兵了，就最后就把这个人给捆了啊，或者你就得出钱。是啊，就是说，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说香港，前两年还有这么一事儿呢，就是这个人呢是个香港孕妇，香港孕妇原籍在大陆，回老家怀着孕六七个月，半夜咣咣咣去敲门，说是计生干部拉你去堕胎，是吧？他说我是香港人呐，那边说。在门外头就说香港也是祖国的一部分，外部就是拉你就要去做，逼他打电话给香港入境处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，他香港入境处报警，真是真事儿，报警，到最后警察来了，他才把他一直锁着家里门，才把门打开，一打开八个计生干部，你知道，咱们先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携手清风能源大地净水，踏上旅程，让自然携手科技，让幸福在城市盛开，新生和谐，新创幸福，日立 Hitachi。 你我的现在，世界的未来，革新科技就在格力，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，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，一赫兹好变频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。 Take me to a place I belong， 回到这片海，发现真正的自己，我的国度，我的上层游艇人生，雅居乐海南清水湾。所以为什么说，就说这个中华民族啊，老是就说是，哎呀，就让人觉得特别没法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，哎，我觉得你和莫言包括啊，他写这个小说啊，他对农民是非常了解的，对吗？你像说，你说知识分子，咱就说啊，你能温柔一点，你讲人权，你不要跟这个农民这个动粗的，对吧？可是你知道，这个真打起交道来的时候啊，如果上面你看。我觉得咱们中国经常就是这种问题，就是说这基层干部恨不能都把你抓监狱去了，可是指标上面下来的指标是死的，你要完不成丢掉乌纱帽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要完成，你知道吗？这就让我想起有时候你说城管，全国人民都在骂城管，城管是第一线，对吧？如果你说这小贩就绝不能在这儿，要不然你城管就炒了你或者怎么着，你说他小贩如果不听呢？对，他怎么办？你这就是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。对，就是道理我们认为是同意的，理性上你认为是对的，他的手法是粗糙的，所以你在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作为旁观者你就特别的纠结。但是我要说一句，蛙呢其实不单是写这个，他计划生育只是他的一条情节线，他真的内容呢是写两个时代，他写了两个时代不同的计划生育法。他在前一个时代，就文革那个时候，你看他里边那个姑姑吧，他不就是很狠吗？后来几千个女的都被他弄掉，他自己是一个悲惨。
他爱上了一个小伙子，那小伙子就当空军驾驶员，叛逃到台湾去，来跑到台湾去，他就变反革命，他就变反革命，然后又传他跟一个干部什么有私情，其实根本没有，结果那个干部受不了批斗就承认了，你想那个女的多冤呢，那刺激多厉害，他就受了这个刺激，他这个内分泌那个弗洛伊德的，他然后把那个仇恨把那些东西都放在他的计划生育工作里边了，所以他讲的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，计划生育怎么以阶级，所以他后来三条人命都在他手上嘛，一个是地主的一个媳妇嘛，被他们追到水里，最后河水红了，就在水里边就，然后还有一个成鼻的一个，就往小的那个很小的女孩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这么生下来。你说这个小说能改编成电影吗？现在不都是兴起时髦吗？说莫言得诺贝尔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。我觉得这个会好看，生死疲劳会难，但这个就是这个改编成电影呢，就有一个它的主线都好办，但是难度是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问题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这篇小说视觉性啊，没有那个前面就是那红高粱什么那些，那么强，很厉害哦。那几个女的，他比如说他可能不适宜像某类导演这种拍，像张艺谋啊或者什么，就是你要很强烈的这种视觉的效果的视觉盛宴的电影，你能想象蛙吗？不可能，我觉得不好，不是很好拍，我感觉。然后呢，他讲到后半部分呢，他就讲现在这个讲钱的社会，他不是有那个研究中心吗？对对对，代孕吗？代孕的代孕。所以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之前的计划生育呢是阶级分别，你成分不好的就严格处理，现在的计划生育呢，有钱的就合算。还是阶级分别，你知道他是里边啊，就所谓说拷问灵魂啊，实际我好像听说啊，这是莫言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说呢，他那个时候在部队也是当兵啊，当个小排长、小干部什么的，那个太太也是可以生第二个的，对，但是就是小说里写到的很真实，但是当时部队里就是说，你老婆要生了第二个孩子，你开除党籍啊，他里边那个男主人公就是这样嘛，那么对，他就是这个是他自己亲身经历，亲身经历打胎嘛，对，那么最后呢，就活活就不要了这个孩子，不要这个孩子，但是很多年之后啊，要不说这作家就是个自虐的职业嘛，自己反思自个儿灵魂，说当时还理直气壮，说这是国家政策呀，响应国家政策呀，就是扼杀了自己的婴儿，对吧？对。但是现在啊，午夜梦回的时候想想，自己是为了不要丢掉这个党证啊，不要丢掉这个官啊，对，扼杀了自己的孩子。对。那这个心灵，这就所谓拷问灵魂吗？对，是，这个他就是往里走的东西。其实有时候电影不是太好拍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比如人物有了内心理活动，我觉得有了性格了，他就不是光是一个情节的铺展。你从情节的铺展，他这个小说没有以前的那么，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办，好难是难在，如果他拍电影的话，难是难在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性，因为他政策把关上，观众啊一定会同情。就是被强迫计划生育的这些人，觉得他们是牺牲品。对，那这样同情完了以后，那个老百姓现在看完了以后，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就咬牙切齿了。那所以这个片子通不过。这个真是一个，除非2015年配合政策。你说他这个，这要是美国，假如说美国变了中国，你美国能怎么办？就是你这么多人口，得溜溜就能增加到26亿。你采取这个，美国人多讲人权呢，敢拦着我生孩子？是，可是他怎么办呢？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我跟你说，那天咱们还谈到，就是说，中国人啊，因为落后以后老检讨我们民族性，就觉得这个民族就是怎么低劣，怎么贱。我告诉你，我其实是一个地理文化决定论者。你不管你是白人，你也别吹牛，你放到这么一个地理环境里边，在什么土地上，你在这个土地上生产这些谷物，这个季节。出来的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，他在这个人上面建立的一套文化和政治制度，你甭吹牛，你到这儿，你白人到这儿好，比中国人好不到哪儿去，中国人非常聪明的，他在这个变黄了，白人一样变黄了，那肯定的，变黄了，变扁了，变细活了，对对，肯定的，是，所以他就是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物嘛。从这点上讲，我觉得其实你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啊，你真是隔山，就是你看不明白，真的只有人身在其中，你知道它的复杂，它的难度。你看，隔一个咱们前些时候说那个钓鱼岛的事情，日本人就在隔壁，他也看不明白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个日本，我有一个日本朋友，他就解释，他说：“你说为什么这个日本的右派现在有点民意基础了，都要买岛？因为他们看了这个中国人有这种抗暴力执法，就城管啊。”或者什么就哎呀，中国人就不就一个小摊就敢抄带刀就敢拼什么，那个中国渔船船长说的这个
军艇都出现了，他们执法的去了，这船长还很刚硬啊，说美日本人一看就吓呆了，敢拼，说这么敢拼，这还得了，这么暴力，说我们这个法律啊，那简直就是马上你他有一个就是服从法律的这么一个天性，你知道他这个民族。哎，咱们那个国内网友当时是有这个部署啊，说要派城管上钓鱼岛。对，所以这效果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荧幕燃岛国新西兰发生离奇事件，特级乳牛莫名失踪，真相是什么？密切留意。选择节能，选择安全，热水器升级换代，我选领导品牌美的空气能热水机，列入国家节能惠民工程，空气能选美的。行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全新一代终极座驾 Elantra 朗动震撼上市，朗于心，动于行， Impossible 北京现代。顶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原酒精华，年份原浆，古井贡酒。徐老师，你说啊，一个孩子要不要有个伴儿？希望有，这是很理想的，两个三个都是好的。问题是咱们这片土地，咱们的祖先已经有这么多人了，僧多粥少啊。这个归根结底啊，这个经过一二两次世界大战，人类社会改变了个游戏规则。以前是你只要力量强，你就可以占别人的地方，所以你的地方资源是可以变的，因此你的人口也可以变，这叫殖民。但是现在大家总结出来说，殖民会影响战争，把它废了。废了，在这个废的这一点上，谁占的地大谁就合算。要是我去澳洲旅行啊，我的感想就是，要是我是太空来的，我觉得地球上最不合理的不是阶级矛盾，不是民族矛盾，就是这个人口跟地的不平衡的矛盾。凭什么你这么大块地，这么少的人，而那边这么多的人在这么小的地，我今年他是凭什么出来的？你想想看，凭咱能生，咱是女娲的后裔。他们当然了，他的澳洲的人的说法就是，你们的祖宗生了，你们以前的人生了那么多了，我们的祖宗他没什么祖宗嘛，他本来就没什么人了。他本来没人，我今天去两次澳洲，去堪培拉那个一个首都，我没见着什么人。告诉你，就是没人，对对对，好朴素啊！堪培拉，他原来他是那个英国的囚犯一批给，就是说压到那儿去了，在我们一个荒地上。你说他们觉得那个是乐园，德国地广人稀啊，拉开几百一千年，对，我们今天这种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很残忍？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地缘，现在地球是没办法，你不能改这个规则。但这个规则本身来说，要有2012年要有一个外星的力量改了它。但我觉得现在也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18亿土地，这个红线不能18多少，就是说你这耕地有限嘛。对对对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往外出，也不是殖民，就是到亚洲非洲去买地种粮食。美国咱们可以买俩州嘛。对，你是有钱的，不是强力扩张了。没错，你就去买地嘛，你出钱，然后你种了粮食。中国人最爱干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最爱当地主了。我们要有钱，哎，真的是应该买，他们卖不卖？而且这是软性的嘛，软性的，你不是用枪炮去打开，没有就在鹿儿岛那边买地。所以我觉得中国抗日的好办法，到日本买地去。对，开什么玩笑？咱们是他们地主，是吧？他们地主，咱们还少。你们给我们打长工是吗？哎，让他们当贫下中农，砸了。哎，第二个子女往那边去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土地嘛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土地问题说的归结。